秦红四五番啊！我操你！哦，你们俩，哎，你又丑了，咋样？真牛？挺好，别白瞎了，你好好做。我做点，整点辣的吧，操！应该这边挺凉，挺好牛那条给我做馅儿了。哎呀妈！要做家家牛肉，直接上绞馅机呗。别上绞馅机，它口感就不好了。那得切到啥程度？切到这种像渣渣的。什么叫你？这相当于没说。这得疼一周。哎呦我的天哪！这个就是渣渣牛肉的精髓。这就是渣渣牛肉。哇天！我接着整你们棒切肉啊！天里头，小果，你已经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也引起我的注意。这叫渣渣牛肉火锅。哎呦我去，餐把都进去了，这俩牛杂也扔了。我把牛肉渣的牛肉和牛杂，就这渣渣牛肉，主食必须得配意面。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啥？意面。你整说啥？阿达在这摆早上了，一点眼睛看不见。必须得是空客辣味一面，水开加油加盐。懂事的知道整。好嘞，意面出浴。哎呀妈，真红啊！哇，他这个辣度跟昂仔这个不遑多让啊。不是也不能吃辣，等会儿给他整番茄，麻辣配番茄，简直是一绝。哎呀妈，裹满酱，这个老过瘾。哎呦，这辣度我太喜欢了，还不刺激，还很香。小妹儿，档次一下上去了吧？人工酸辣的老开胃了，比较馋口，我尝尝，可好吃了，哦，面可筋道了。完了完了，凤姐被拿捏住了，那你还要不要尝尝这个？啥都能点儿了呗，尝。今天中西结合是娃娃。都是辣的，我尝尝这俩辣的。它这是红油配番茄那融合，你明白吗？你比它这个过瘾，但是它这个更鲜，完全是两种口味。哎，我搭配吃还挺好的。今儿牛肉谁呀？回来，你来来来来吧你，来来来，我也吃。今天这点存货都给我倒腾出来，就得趁烫吃。我这么上瘾呢，这玩意儿。渣渣牛肉盖饭有没有要的？来，这玩意儿过饭一绝。配点生滚牛肉。滚熟了，熟了，熟了吗？这小，这小薄片儿，你来，你来，和点饭，这小味儿都在这肉末里呢。剩的是不吃。咋的？牙语不是好吃、啊。我明白了，就有首歌专门唱这个渣渣牛肉的，你们听没听？没有。你吃火锅，我吃火锅底料，就这么来的。你吃火锅，我吃火锅底料。死根儿。